今天是2023年的倒数第三天吗？对，我们现在要准备搭飞机去名古屋。对，名古屋是我们去过日本这么多次，然后还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想说，这次跨年我们来找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来去。名古屋呢，是我之前有去过，然后那个地方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地方，那边可以有好吃的东西，然后有古迹，然后可以泡温泉，也可以滑雪。那个地方我很喜欢。对，那我们这次预约的机场接送服务呢，是叫车霸的服务。它的优点就是，它就是起飞前的36个小时之前预约之后，它会前一天提醒你，你有叫到车，然后司机是什么名字，我觉得超方便，而且它不怕你的车子没有来或者是跑掉。我就因为我之前有遇过，就是车子没有来或者是一直迟到，我就会很紧张。我朋友刚刚才说他的车子没有来，住了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。有大公司的这种轿车服务真的是好很多，而且我觉得像是它的车种有蛮多的，而且它的价格就是很清楚的写在官网上面，然后它车种也很多，像是我们有时候在雪具或者是脚踏车，它就有大型的车是可以用，觉得很方便。然后还有跟家人出门，有老人有小孩也超方便。然后重点是我们有200块的折扣码在下面可以用。还有折扣吗？对，200块很多。对啊，因为叫一趟应该1000出头吧，我猜。那再折个200块，对 ，OK 的。在那边七号柜台，看看他们在哪里。我们这一次4个人一起出游，跟我们2个好朋友一起去跨年。好久不见，你去垦丁的伙伴。哦，对对对。现在出了这个机场，这机场就这样子一小圈就看完了。然后我们租车，它就是要从这个电话打开，这里就是有一个小柜台，然后柜台就都没有人，然后它这边就有个电话，你就自己拨咯。英文很好怎样？走吧，我们现在说你吗？我说他。我们现在在这个 Terminal 2，那我们要搭 bus 到 Terminal 1，因为我们租你上的车子，对，它就在 Terminal 1旁边这样子。哦，就走路过去。没有搭 bus。搭 bus， 好，走吧，搭 bus 到 Terminal 1。机场快轨车站，出发时，我们由房间里开始次列道路开始服务设施前进。Now we are arriving at Airport Station, the final destination。我们刚下了巴士，现在到了这个 T1 这个地方。那租车的地方，它这一区就是在 T1，往这边走就可以到了。你上。那我们现在要换成有雪胎的车子，因为我们会去百川乡，所以我们要换成有雪胎的车子，所以要补差价。然后现在他在帮我们算那个差价是多少。哪一个？这个很可爱耶！看出来，小车，方形小车车。好像很大台哦，来，你们的行李先上。好，我们现在租好车了，然后服务的人员带我们来拿车。然后我们这次租的是这个小台的车子，在日本很常见的这种小车车，轻型的车子。那个我开，我就坐。哦，好，很可以，很大的空间。真的哎。海岛国家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第一站来到全家。我要喝这个。喝什么？海外乌龙茶。可以不要吗？喝别的。我们来买 Rose 必备的饼干跟零食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开2个小时到高山去。我们这一次的5天4夜啊，我们会开车先到高山和尚村那边去，然后。最后的2天，我们在玩名古屋市区，没错，所以我们租车就可以租2天就好了，然后另外市区的2天，我们就坐大众运输，没错。日本的便利商店绝对可以放在行程里面，没错，逛便利商店就是个行程。你买什么喝的？你看我买那个，
另推荐的午后红茶无糖版，这个台湾没有卖哦，日本限定，这个、也是啊，这个、台湾有什么？对，但是包装不太一样。对，这个是在台湾绝对没有，这个很难买到的益生菌养乐多，超多。它还有助睡眠，晚上喝喝看，可能不用，我已经够累了，喝了就睡了。我、哦、等一下在车上喝了就睡着。结果还是买豌豆，这个应该配酒吧。我们现在开了两个多小时，快三个小时，开到高山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高山的第一站呢，要来看看这个飞驼牛烧肉有没有位置。然后现在是快要六点，看看有没有号码牌可以拿。然后他们先去拿号码牌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号码牌吗？我的天！四点半才开始抽号码牌，现在5:01已经没有了。我的天啊，这么热门！他直接在前面贴一个、看来我们这一次是吃不到的。对，太夸张了，夸张哎！你看他直接说这里 sold out today， sold out today。然后前面他那个顺位有61席。好，我们一下飞机就开过来，结果居然。没有位置，好，赶快下一家，下一家 ，Go Go Go！ 好，然后我们马上找了第二间，希望有位置。第二名的烧肉，丸明烧肉，走，赶快去看有没有位置。不知道，也是很多人哎。对啊，看来没位置，太夸张了，这么多人在排。他这一间的旁边也是有卖很多这个飞驼牛的肉片哎，你看这个油对啊，很漂亮。所以其实来这边啊，也是可以选择住那种有厨房的。这个拉面，你看很漂亮哎。这边的牛很多方式。如果说我们住的地方有那种电磁炉的话，我就要买那个酱油，买那个酱油，然后跟着肉寿喜烧。嘿嘿，这样的油花怎么都这么美啊？对啊，飞驼牛，这就是飞驼牛。是不是？然后加辣，它的加辣酱，真的。明天那个有没有出来？太扯了！每一间店都是客评，或者是要人，或者是很多位置，或者是评价很烂，对吧？而且在等的话前面都是几十组以上起跳的那种在等呢。然后它这里一整条街都是有一些逛街的，还有卖一些伴手礼的店。看看吧，看看有没有位置。看，这里有一个这个可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最后来到的这一间。这间也是吃中华拉面。对，这间。就是跟朋友说的那种拉面味道也差不多，也不太是日式拉面那种感觉。对，还有飞驼牛，飞驼牛。对，但这间比较特别，它有那个飞驼牛拉面。我们点了两份一样的东西，对，它的烧肉饭跟它的这个飞驼牛拉面。哇，你看它这个还用生的哎。对啊，来先看看。来试试看这里最有名的飞驼拉面，很软嘞。这个油，你看这个就是会吃的人的样子。很像日本人，对，我们在日本，说什么？有身处在日本的感觉吗？很像我们在神户吃的那个神户牛，很贵的那个。很贵，表示说以后不用带他去吃很贵的拉面就好。可是这个油花的分布更均匀。我觉得现在熟度刚刚好了，给我吃吧。里面看起来脆脆，但其实是软烂的。还点了一个这个飞驼牛冻饭，然后还有这个一个人一片的这个寿司飞驼牛寿司，对，全部都是飞驼牛。因为我们去那个高山老街的话，也是会很多这个。嗯，软软不软。我觉得那个拉面的肉比较好，它这个酱有点太咸。你看，真的。它这烧肉饭的那个肉确实是比较润一点啊，比较有嚼劲一点。我刚刚没有咬开耶。嗯。我平常只吃，啊，吃这个寿司。其实也很好吃。嗯，这种是很软。嗯。
主食的话我也会选这个，但男生的话还是选这个。我们总共吃了多少钱？10,870元，所以一个人大概台币500多。我们在吃完晚餐，然后又去了一段去了超市买了一些东西之后呢，超多东西，我们现在终于要来 check in 了，没错。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是在高山火车站的旁边的这一间，叫什么？乌雷，还不清楚。它的中文叫做无竹庄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它有个汉字写无竹庄。好，走，这一间。走吧。然后它这边外面就有停车的地方，它这边的备品也是放在这边自己拿的，有一些是有毛巾、药水的，然后有一些是不用钱的，还有刮胡刀。我们是住在九楼的房间，那我们先最顶楼去看我的房间啦。Rent 啊！哦，它这里一进来就有一些东西，有牙刷吗？牙刷用在厕所吧，我先看看。然后也是很小，真的，日本的饭店都很小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蛮小的，小小的。可是该有的也是都有了啦，但没有 APA 那么小啦，可以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等一下还有不错，可以去泡汤，去楼下泡汤，没错。好，好，看看这有没有那个备品，有看到了，有有有。啊，还有一个小浴缸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泡汤啦。然后它这边啊，很多饭店都是有泡澡的。然后它这一间饭店的泡澡就是在它柜台的旁边那里。那个女生的需要，女生的有密码进去，男生的不用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往右边走了。这些一定要用 drive through。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在很顺路的方向，可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们打算今天就把这两个行程给跑完。没错，今天累一点。对，吃烧肉，走吧。又经过了昨天排很多人的烧肉店。好累，好累。老街，你走肉快。但是也是蛮高的，美乐都是滑右边，是假的。美乐有教练指导。OK OK。哦，那他速度很快。抖哎，右边好吗？上上上好冷哦。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到了这个新穗高缆车的下面，然后我们要去搭缆车，就在那里、哦，就搭到这里这样哦。这是第一段，还有第二段在跟上面，它有两段，然后第一段4分钟，第二段7分钟。对，我们本来以为要很久，拿的精准数字啊，走进去看看。我们从我们刚才高山市区那边开过来，其实没有很远哈。一个多小时，现在的路上都没有雪，算是很好开的路。开过了北欧之后都觉得好开，因为在日本的雪算是都有铲起来。这一路上来的路都有很多的温泉会馆。对啊，如果说时间够的话，其实可以在这路上温泉会馆住一个晚上，然后隔天早上呢，然后再搭车或开车过来这边。对，哎，那种温泉会馆就真的是你可以在雪地里面泡汤。然后吃它那种日式的晚餐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那一种很复古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可以买东西哎。忘不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展望台，山上天气很好哎。而且它有一个圈圈，这样就不会很冷。大了一个3333。
哎、欸，你看，我们是要这样子坐上去之后，然后再走一小段，然后再开始坐、欸。有两段，哎、嗯欸，它两段是一起买吗？我们刚才是买两段，对。那他可以选哪一段吗？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很多人搭缆车上去爬山呢、欸。对啊。健行路线。对啊，他们有可能真的是滑雪下来。有可能。哎、欸，你看我们的雪票，四个颜色，四季的样子、欸，哎。本日はようこそ中部山岳国立公園新穂高ロープウェイ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登り切りましたこの辺りが満たします。まもなく標高1117メートル新穂高温泉駅へと到着いたします。很快7分钟4分钟照着我们的攻略呢，我们下来就要接着往上走，搭第二段缆车。嗯，第二段7分钟缆车。哎、欸，大家都是有照这个攻略，大家都要冲那个第二个缆车。哎、欸，你朋友说吃布丁在哪里吃？这里吗？这里，下来再吃这个。就是这里就是第一平台吗？太夸张了，什么样的布丁？